第一棒张正伟，第二棒张志豪，林慧柱，林志胜，蒋志贤，许基宏，周思齐，郑达宏，王胜伟，投手欧文，以上，明天加油。所以恰恰最近还在调整。恰恰不一定代打，可能我再观察一两天，不一定代打，可能会代打，或是礼拜天，因为这几个都是热身赛状况蛮不错嘛，还有陈子豪本来我们有预测王一正那王一正那一天投五局也不错所以加强嘛。没有他就是罗曼嘛，这个都有预测。那可能罗曼，因为他离开台湾又去日本，那可能最近没有对到我们嘛，所以有可能他发一些话的，这样够强吧。那我们这个欧文啊，他们也没有对过啊。OK。